你们要是早一会儿到，就可以赶上那个布拉格跨年，很热闹的。布拉格跨年。对，他们也放烟花在那边。那个时候我们在飞机上，哪能赶？现在五点，这么早一点，那早四个小时。你早四个小时，你能看到布拉格的跨年。你们飞机上休息的怎么样？拜拜拜拜，好好休息，拜拜，拜拜。